是的，对，好，可以，开始。好，来，千年台树不成春，千大家看这里啊，千，上去下来，年，一二三下来，千年，千年，台树，台怎么写呢？一二三，那过来一个台，下来，往右上写下来。台树怎么写？写轻一点。为什么写轻一点？因为这里很重的嘛。台树一个口到这里来，来告家告家，往内再往外再进去。千年台树不成春，不深一点，窄一点，那个小一点，不成春，成好春在这里，一二三往外。点这样就好、哦、下来往上写下来，不成春、哦、千年台树不成春。再来，谁信幽香是一魂？谁谁按一下，按呢？进来，往内往外出去，谁？哎，一二三，谁对不对？谁信信一个人？两点。三点，谁信啊？幽香，幽怎么写呢？中间先写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幽，哎，过来，下来，然后香到这里来哦，然后啊呢，一二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从这里拉过来，幽香，幽香，谁信幽香啊？四玉魂，四人之部写在这里外面啊，再进来一点两点。点近一点，这个拉开一点点，是，哈、哦，是玉魂，玉，我们把它写稍微粗一点，哦，粗一点，玉魂呢，魂写在上面，你写在上面，然后再写一个鬼，来，往内点，所以是玉魂啊、哦，好，写哦，哎，往外再往内下来，这样过来一个旗。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一二三，拉下来，好，继续下来，往旁边来，一二，继续，好，继续，继续，满临，满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满水部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满，一打一个叉，临这样写，靠近来两边。巨蟹满盈，对不对？嗯。满盈，无月处。嗯，没有月亮的地方。无。无，按那点不？嗯。一二三四，给它糊在糊一起，没有关系。月。往内。一二。处哦，处怎么写？你知道吗？来看一下，到这里来。哎。哎，下来。无月处，好。照灯吹角，做黄昏。做黄昏哈、哦，照会会点灯，点灯吹角做黄昏。嗯、点灯好，点怎么写呢？点按一下，下来，往旁边来，点灯，按呢，一二三，往外，再往内。哦，按满满。哎，点点点会了哈，点灯，吹角，所以我们这样写就好，一二啊呢，哦，偶尔角角在哪里呢？角在这里，点灯吹角，点灯吹角，做黄昏，做了一个人字部这样过来，往这边做黄，黄按一下，黄。我看了黄昏，昏怎么写呢？来，一个写一个明，有没有？往上往旁边出去，再这样过来，哦，有没有？再从这边过来，做黄昏。这里昏长，这里昏无啥讲了，对。这个也可以当做昏，啊，这个也是古字的昏，懂吗？嗯。刚讲的对吧？但是就是无同款的写法，哦。好。点灯吹角，
坐黄昏，谁的诗啊？好，那就不要写了，就写禅诗一首了，对吧？哦，有没有禅诗一首？字浅，自己消遣的意思。字浅，耳朵的耳，字浅耳，好不好？好，甲辰之下，好，吴起真啊。吴起真，好，书可以给他，好，然后呢，盖章盖章，好，好，关了哈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吴有神，好，永祥花甲。啊、哦，我把鸡背袂紧，我食六味地黄丸啦。六味地黄丸，迄个治疗啥物？眼睛啊，眼睛就是嘛，就那背袂开，安尼就爱困。六味地黄丸不是你说治疗眼睛啊？为什么会想睡觉？没有，哦，一直口渴啊。哦，食中药啦，中药啦。吃了想吃，我本来要吃三粒，倒一粒六粒，我下下拢拢吃几粒，吃啥物？就是墨魔人，好 ，OK。好了。OK。安尼有关吗？刚刚那现在怎么变成照了？啊，是啊。没关系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好。靠靠，那机会的。站得了。搞什么鬼？来。你常常有意外的惊喜哦！不是老师，你给我弄的，他已经跑了，不是吗？来，给你好一点。照相那个印章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大小事情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好吧？只要健健康康人在就 OK 了。啊，太神了！好一点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来，千年台树不成春，谁信幽香似玉魂？霁雪满林无月处，点灯吹角作黄昏。才是一首自前耳，甲辰之下吴起真书。